大家知道，中国有句古训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壤之于地球就好比皮肤之于人体，土壤不仅可以支撑粮食生产，那么它还保护着生物多样性，同时也可以抵御增加抵御应对变化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是人类的生存之本。然而，在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的高度集约化的快速发展呢，导致了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一个过量的施用和这个。 土壤残留，那么包括固体废弃物的任意丢弃以及污水的直接灌溉，那么引发了土壤污染的问题。那么，例如在广东桂屿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垃圾拆解村，那么村民为了回收这个可再利用的金属元件，那么不规范的拆解作业，导致了这些金属元件当中的有机和重金属的成分，那么释放到了土壤环境当中，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导致了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调查显示，目前呢，我们国家的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中重度污染的耕地面积达到了5000万亩，那么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和有机污染。那么耕地质量的话，环境质量堪忧，所以发展经济高效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刻不容缓。 那么目前国内外的话是已有现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修复方法和技术。那么其中物理技术呢，主要以转移为主，成本高。那么化学技术容易导致二次污染。那么生物修复当中呢，植物修复技术因为它的经济，包括它的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呢，在近年当中备受关注。 那么植物修复的话，它根据土壤污染的情况、具体情况，它有不同的策略。那么，像这个包主要是包括重金属和有机污染两大污染类型上的差异，以及针对重金属污染内部的重度污染和中轻度污染的污染程度上的差异。 那么往常传统的植物修复技术呢，它在应用过程当中往往存在它的这个修复效率比较低，那么周期比较长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那么筛选了一些特异的功能生物，并辅以了这个功能强化的一个调控手段，发展了就是强化的根据修复技术，并得到了实际应用。那么提高了修复效率，缩短了修复周期。那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重那个轻度污染的一个农田那个重金属 属污染的农田呢，我们建立了污染土壤的安全利用的成套技术体系。那么我们筛选了多种低积累的作物品种，那么推行替代种植，同时也研发了多种的环境友好的动画剂，阻止重金属向作物的吸收。那么有效实现了污染土壤的安全利用。那么针对这种 高重度污染的重金属农田呢，我们研发了就是活化吸收加超积累去除的这个成套的技术体系。那么我校也是率先发现了一个可大量吸收，比如说铜、镉等的一些超积累作物植物。那么同时还研发了以就是非食用性的这些植物为主体的一个种植修复的模式。那么在实现修复污染的同时，也实现了包括能源、包括旅游的多效的经济目标。 那么有机污染物，因为它很少被植物吸收，但是它可以被微生物利用，所以针对有机污染土壤的修复呢，主要侧重依靠这个植物和微生物根系的一个共生体系的一个削减技术。那么我们也就是通过研究筛选呢，就是诸多的特异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功能那个植物和包括生物资源，并在这个基础上，那么通过强化这个功能植物和微生物体系当中这个污染物的活性，溶解性和这个微生物活性 的一个方法的一些容易调控措施，那么强化了这个污染的修复的效果。但是，总的来说，目前这些技术呢，我们还只是暂时还处在这个实验室和这个小规模的示范应用阶段。那么现阶段上缺乏一个我们可以规模化生产的一个修复产品和装备。那么我们的修复技术也缺乏就是成熟的产业链来推行这个工程化的一个修复。那么资金投入过了依赖政府，也是制约我们植物修复发展的瓶颈。 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尽快构建这个政策学研用的一个协同的创新联盟，那么去推行这个在摸清污染家底的基础上来推行这个风险管控和分类管理，那么尽快构建可以工程化和商业化的这个成套的修复技术产品和设备，那么也发展这个植物修复的产业链。 那么，土壤污染修复呢，它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那么，就是也是市场前景也是比较广阔的，特别是这个就是发展这个植物修复产业链呢，也是事关我们生态优为先，那么绿色发展的一个美丽中国建设的大事。那么，为了应对
这个土壤的一个污染问题呢，我们去年国家政府专门出台了针对土壤污染的一个防治行动计划。那么我们近期的也刚好一个首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的一个草案也刚刚于近日通过了人大的审议。那么这给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话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怎么样将这个植物修复从这个实验室能够推进到产业化，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交流。谢谢大家。